İngilizce boğuz.嗨，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是女排亚俱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小组赛的第三天啊。今天咱们可能会直播的场次是三天以来最多的一场，一天。大家现在看见的第一场比赛是由越南队，这个全名应该叫越南国家电视台隆安队，对阵印度尼西亚英航队。这是两个俱乐部的全名。身穿黑色队服的就是印尼，这个英航队。哦，台湾为什么叫人仙啊？这个因为中华台北球队这支球队啊，主要是两个俱乐部的队员来构成的，一个是台电，就是咱们之前去年看到的亚俱杯上看见的台电啊，台北电力，另外一支球队就是这个中国人仙啊。中国人仙是一个企业的名字，是他们排球队的企业赞助商，所以他们那个球队名称就直接用了企业赞助商的名字，所以就叫中国人仙俱乐部。今天咱们又看到了一支穿着比较多，这个包的也比较严实的球队，但是没有戴头巾啊。印尼因为也是穆斯林国家，他有时候也是对穿着着装上有一定的要求啊，但是好在他没有头巾。你看到印尼有一些队员是包有头巾的啊，但是有一些是没有，没有包有头巾，这个有时也是有区别对待。印尼主要还是穆斯林国家，所以他在这方面多一些要求也是比较正常。大家看到越南队的三号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陈世清穗，也是外号享有越南小朱婷的称号。陈世清穗上个赛季也是去了台湾的联赛打球
在台湾的联赛排得分榜排在第二。大家还是很奇怪啊，为什么陈世清岁到了台湾得分榜还没有排在第一？是因为他们得分榜啊，第一的就是咱们昨天看的那支中国人仙，女排，它里头的得分王叫这个陈姿雅。咱们昨天也是看到了中国人仙队的十六号队员陈姿雅，是她是得分王。陈世清岁去年去了台湾的联赛，是拿到了得分榜第二位。江苏的比赛是下午五点对阵日本 NEC 红色火箭。咱们这个屏幕上已经写了啊，屏幕上五点直播江苏对日本。明天有比赛，明天有一个复赛，而且明天的复赛像江苏队也会有比赛。江苏队明年应该是碰到整个排位的第六或者是第七名，有可能是伊朗队或者是中国，有可能是台湾的这个中国人仙，也有可能是伊朗队，都有可能。这个比赛啊，就是先进行四天，11号、12号、13号、14号，然后15号休息一天，然后16、17、18再进行最后三天的比赛，一共是七天的比赛。咱们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印尼队打起来啊，看起来比孟加拉的那支球队还是要好一些，能只落后越南队五六分。谢谢寻找耶利亚的鹅蛋。咱们今天第一场就是这个印尼对越南，第二场是晚上下午5点是江苏队对日本 NEC 红色火箭，晚上8点以后还有另外第三场的比赛，就是昨天咱们看到的来自台湾的中国人仙对阵东道主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今天有可能是三场比赛。谢谢婷琪宁宇德的。
这个印尼队的服装还是很特别啊，这一身黑，连头巾都是黑的。看起来也要比那个伊朗队的那个服装还是稍微要合身一点啊，伊朗队那个服装有点过于宽大了。这打个比方说啊，咱们江苏队如果是今天赢了日本队，咱们有可能获得小组，怎么说呢，小组第二或者小组第三啊，打个比方说，咱们说的悲观一点，如果江苏队获得了小组第三，然后咱们会在淘汰赛里有可能就面对是整个排名的第六名，第六名按照目前这个阶段来看，你说浙江队参加的那个东亚杯吧，那个没有视频，没有比赛视频，没有看到，所以咱们就干脆不播了。这两天还是以播亚俱杯为主。昨天后三局啊，那个泰国队虽然没有上普莱姆基特，没有上努特萨拉，但是实际上其他的队员也都上了啊，包括像查楚王啊，这个包括上双外援啊，这都上场了已经，但是还是压不住日本队，所以他这个主力必须得上全才行。明天有啊，明天还是有亚俱杯的比赛啊，连续四天都有。15号那天是休赛一天亚俱杯，15号那天咱们正好可以踏踏实实的看世界杯了。晚上世界杯决赛啊，那天正好没有女排亚俱杯的比赛。
其实他这个主力阵容啊，就差一个人了。我算了一下，基本就差一个皮姆皮查亚，还有一个副攻哈，还差一个哈亚托吧，还是谁？我忘了啊，还差一个副攻，就差一个副攻，再差一个接应啊，皮姆皮查亚，这个主力阵容基本就齐了。当然还有一两个老将啊，这个因为是受伤也没有来，但是大多数的主力阵容都已经在了。不过人家日本队可是连大野果奈都没有上，人大野果奈这回也是在名单里头，但是并没有上场。昨天日本队看来小组赛就基本是用年轻队员去打，但是打得还挺好。金砖运动会还得看，这个不太确定，因为今年金砖运动会应该是在南非啊，所以这个时间估计也不会太好，所以咱们只能这看着办了啊。这个金砖运动会有没有这个直播信号还是回事儿。如果实在是因为时间不好或者没有直播信号的话，咱们也争取给大家放一下录像。上去年的金砖运动会因为在广州，所以时间特别好，而且有地方电视台也在转播，所以咱们去年给大家直播过啊。今年在南非就不好说了。黑后爱又不是这支球队的，黑后爱不是 NEC 红色火箭的。这个古贺沙里娜还有岛村春士、大野果奈是 NEC 的。不错啊，这个印尼开局以后又是6-6啊，和越南队这个分数也没有拉开。咱们今年这个谁啊？啊，许若亚还去这个印尼联赛打球呢，包括那个云南的那个，叫刘梦雅吧，他也去越南、印尼打过球。印尼联赛在东南亚还是稍有名气的。这肯定的呀，这个泰国队打球的人远远没有日本的球员多呀。日本你看他那个像介于主力和替补之间的球员那个人数非常的多啊，日本的排球基础是非常非常好的，虽然他顶尖的球员可能也不多，但是他整个基础特别好，能打球的人特别多，而且水平都相差不大。这点泰国确实比不上啊，泰国打来打去就这么点人。到时候看看吧，因为这两天我们也找过，我们不是没有找过这个什么东亚邀请赛的这个比赛，
但是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什么清晰的信号。看来这个比赛啊，大概2:50或者2:45搞不好就结束了，2:50吧，3:00以前肯定结束了。这个你看大奖赛的时候那看得特别清楚啊，像泰国队这些队员几个老将不能下啊，这个在大奖赛的时候只要老将一下他们一传就有点接不起来，不管是查楚昂啊，还是这个皮姆皮查亚啊，或者是阿耶查拉彭，他们的一传这个稳定度和老将差很多啊。进攻上其实并没有太大差距，甚至查楚昂有时候还更好一点，阿耶查拉彭也相当不错，但就是一传顶不住啊。现在当然这个一传的问题各个球队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啊，每个球队现在都在用老将来顶一传，老将不能缺啊，一旦老将有缺阵的话，很多球队的一传一下就下降了两个档次。你包括美国队现在也要靠拉尔森，要靠罗宾逊来顶这个一传，其他人就是不行啊。意大利呢就是靠他们的自由人德基纳罗啊，还靠这个大波塞蒂，就这两个人主接一传啊。这个离了这两个人，其他人一传能力也不行，各个球队现在都是这种情况。像那荷兰队就得靠自己的队长格鲁图斯来顶。泰国队这个局面也是非常明显啊，几个老将现在在场上一传就能顶得住，一下就完。对，日本队嘛，日本队的风格就是很多具有很多有很全面的队员。日本队其这个情况也是其他队没有的，一大堆这种1.7到1.76之间的主攻啊，一般的球队才不敢让这么矮的球员来当主攻的。决赛是18号啊，这个亚俱杯的决赛是18号。反正江苏队就是保三争二啊，争取拿冠军，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困难啊，争取吧，半决赛拼一下。看看许若亚今天的发挥吧。许若亚上一场确实发挥得很糟啊，进攻完全不下球，然后一传也到处飞，这个也是被蔡斌蔡指导也批评得够呛啊，感觉这个脸色都有点白了。这蔡斌指导到第三局还特地叫一个暂停啊，感觉是单独就为了骂这个许若亚啊，感觉许若亚是脸色惨白。希望今天许若亚能发挥的好一点啊，正常一点。我不是我的。
这许哲亚那天看他的扣球啊，还是两个问题啊。其实弹跳如果是不是很出色的话，倒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许哲亚还是下球这一下速率不够快啊，上的有点慢，他挥臂这一下也有点慢，所以他就是上的慢，然后挥臂也慢，然后最糟糕的是扣球的线路特别正啊，他这个线路基本是一点都没有歪的啊，这太正了，这每次好像都扣的直接扣在对方怀里一样。所以我觉得许哲亚应该回头看看录像啊，针对自己这些问题，然后来改变一下啊，或者改变击球的节奏，或者改变一下上步的节奏，然后把线路练得也更丰富一点啊，这个直线呀、拐线呀、二直线啊，都一练一练、啊、可能会能更好一些。这回江苏队带的另外两个年轻的主攻啊，都是1.8米啊，21岁左右，身高1.8米。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如果不顺利的话，可以让这两个虽然身高不高，但是比较年轻的年轻主攻上来试一试。现在江苏队年轻阵容中有两个可以顶接应的接应，啊，都是很年轻。如果有人能顶一下接应位置的话，这个搞不好吴晗还能回到主攻位置去打一下。对，1.8米肯定打在亚洲打都不吃亏。亚洲国家呀，副攻的标准身高是1.8米，很多亚洲国家最高的副攻也就是1.8米，所以主攻来说，接应来说，1.8米在亚洲是没有任何问题。印尼队的比分还咬得挺紧的。陈氏清粹，我看过他一个片段啊，他在去年在台湾联赛，我看过他一个片段，
他在一场对阵咱们就是咱们昨天直播过的台湾中国人仙俱乐部啊，他在对阵中国人仙的时候，被中国人仙队中一个很矮的队员罗景仪吧，好像是身高好像只有1.7米的队员给直接拦死。哦，还不是1.7米，是1.6米，是说错了，是昨天中国人仙队的一个主攻啊，是罗怡景，身高只有1.6米的主攻，曾经直接拦死了这个陈世清翠，当时也成为了台湾联赛的一个话题啊，这个一个小话题。本来我也想查一下这个越南队整队的资料啊，但是查了半天没查着。谢谢 Good Ball 的鹅蛋。哪个球啊？你说竹架加江那个拦死加莫娃那个球是吗？那个球我看过呀，咱们还播过2回那场比赛呢，日本队对俄罗斯那场伦敦奥运会，咱们重播过2回。谢谢王兰芳的鹅蛋。印尼国内很多都是穆斯林啊，那他肯定是包头巾的人也多呀，如果是女性运动员的话。你像昨天伊朗队都是穆斯林啊，这也不用说什么了，这都得包头巾，这个什叶派。但是像印尼，他有的就是穆斯林，有的就不是，所以你看能看到他们场上的队员有的包，有的不包。
东南亚几支球队啊，都还是有女排的，像越南女排，这个泰国女排，不用说了，菲律宾女排，马来西亚也有女排，还包括印尼女排。这回本来还有斐济啊，还有菲律宾，结果这两个球队在亚季预杯开始之前都退赛了，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是有11个球队参加啊，这一下就变成了9个。就是出门啊，他们出门是要包头巾的，他不是说一天24小时一直包着。啊，漂亮这个拦网，拦死了陈世清翠。以后说陈氏清脆啊太麻烦啊，以后就叫他小翠儿得了，这个方便一点。国家和国家不一样啊，有的一类，比如说穆斯林国家，如果你上街没有包忘记包头巾，或者没有忘了挡脸的话，或者露出身体的一部分的话，啊，有的是就是可能会被一些，就类似于可能朝阳大妈呀，或者是一些道德警察呀，估计可能拦住你罚款呀，或者训斥你啊，或者让你赶紧回家去啊，怎么着的。那有的比较重的，那有的国家真的那就是。甚至还有鞭刑的啊，就是你上街穿成这样，就可能被施以鞭刑，这就比较严酷的一些国家了啊，这倒也不是主流。三名分在第一小组，然后按照可能去年的成绩或者按照排名，前三名分在第一小组，4到6名分在第二小组，然后7到9名分在第三小组。然后按照这个顺序来排位，所以小组赛基本就是排位赛，除了第九名会被直接淘汰以外，其他的球队都不会被淘汰，所以说只有斯里兰卡最后应该会被淘汰啊，其他的都应该不会。然后按照1到8名的排位来进行交叉淘汰赛。这我还奇怪这个越南队怎么被分在了第三小组，看这个能力也倒不奇怪了。越南队还真的打不过像台湾的球队，或者是伊朗的队，或者是哈萨克啊，应该还打不过那三支。开局4-1，这也好啊，让本来觉得没有什么悬念的比赛一下就有了悬念。
下三路小球还是差一些。这球没有发力啊，想轻拍反而被拦死了。好球，嚯，这个直线打的，这很有力道。又一个反击，印尼队是越打越好。漂亮，小斜线！这印尼队的九号队员显得好爷们儿，长得外形很有威武雄壮的感觉。主要这个包括伊朗队啊，包括印尼队，你看其他队员都是显得很秀气，这个长相很清秀啊，这个突然出现九号这么一个风格，显得特别扎眼。连击了，这个越南队啊，有时候打球啊，甚至经常还输给中华台北，就是因为他的下三路功夫不太细。这个中华台北也经常利用这个越南队下三路比较粗糙的弱点，这个打得比较快，越南队输球的概率还挺大的。其实越南队这些年一直让日本教练在带他的球队，之前也用过中国的教练，
按理说技术也算提升了不少的。又拦死一个，这个拦网现在是一拦一个准啊，印尼队可以。这是说印尼队触网了，应该是。哦，这个我。这个手投技术真是。这种沾手飞啊，属于都是比较业余的表现，一般都是中学生才能打出这种球来。三号位凭借身高硬吃，这个越南队要是把这局再输了，就有点交代不过去了。差两分了，今天队终于叫暂停了。这个暂停叫的也是比较恰当，比较及时。Full depannya, jaga full depannya, ya buka S. Satu blok, poin, okay? Hey, hey. 这个印尼的服装啊，看上去已经比伊朗队的要好多了。这印尼的服装看上去还比较合身，啊，比较贴身，看起来还可以。昨天伊朗队那个服装大家也都看见了，这根本不合身啊，这长的长是宽的宽，这穿在身上都是这儿肿一块那儿多一块啊，这个特别显得宽大肥大，这完全不合身的运动服。都不知道他们这个跳下来的时候，这个穿在身上的衣服是什么感觉。去年打亚俱杯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啊，小组赛的时候，那时候小组赛伊朗队
伊朗女排穿的衣服还是非常合体的那种运动服，啊，也比较贴身，就跟现在很多啊这种长袖的那种贴身的运动服是一样的。啊，那种比那种衣服虽然比较长，但是还是比较适合打球的。结果听说是打完小组赛以后，他们在国内啊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就说他们穿那种贴身的衣服不合适啊，这个不太符合这个他们的一些风俗，所以等到了淘汰赛以后，整个伊朗队的衣服就全换了，换成那种特别宽的、特别长的那种松松垮垮的衣服，这整个就更难受了。就是现在伊朗队穿的这种衣服，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没有贴身的衣服，但是不能穿，这个还是挺可惜的。漂亮，这个发球发的直接压在边线上。扣球出界，又拉开到四分了。先担心一下越南队吧。这个跳发的是真好，几次直接得分或者破坏了印尼队的一传，破坏了越南队的一传，这又是跳发起到的效果。这个越南队的一传确实也烂。这个印尼队的队员啊，这个腰腹力量还是相当不错啊，这个跳在空中，这个挥臂这一下还真的很有劲儿啊。这球居然挑战成功了。
对，我们只是说一些，比如说一些对运动方面来说，一些服装上的一些优缺点啊，咱们没必要过于深入的讨论什么文化习俗宗教啊，这个也不是咱们球迷的一个重点。只是很多球迷啊，对他们这个这些球员感觉到比较惋惜啊，觉得他们可能是如果穿着少一点，可能那个运动的成绩会更好一点，或者跳得更高。这个多数是出于这样的一些惋惜，所以才在聊这个事儿。但是这个有时候长袖短袖啊，并不是说区分舒服不舒服，是不是适合打球啊？这打球的衣服啊，主要是要合身啊。咱们也能看见很多短袖的衣服其实也不合身，这也不太适合打球啊。只要是贴身合身，一般来说就比较适合运动。你像伊朗那个衣服啊，它主要问题是它不合身，它太宽了啊，它这个感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袖子，然后那个裤腿也是耷拉的，感觉那个都耷拉在地上了，就是那种情况下不合身，确实对运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像印尼的这个长袖，其实就还算比较好啊，它看起来挺贴身的，这个应该不会对运动产生太多的影响。真不容易，今天陈世清翠打得也比较一般啊，也因为印尼的拦网确实对他拦防也是比较得力。连击了，21-14，这印尼队第三局还是领先7分，了不起。防吊球，反应很快。好球，这个后三的反击打得漂亮啊，陈世清翠有点也是今天也是各种不下球。等会儿这信号有点乱啊，这个稍微等待一下，它信号恢复正常。23-15，还是领先8分，
这局基本不出意外的话，印尼稳了。谢愿素心已闲的鹅蛋。自己送给了印尼队局点。这局得分可能比上一局还要低，上一局只得了18分，这一局看样子有可能还不到18分。谢谢青苹果宝贝的鹅蛋。这到了局点了，差分差这么多还叫暂停。谢谢小薇的礼物。谢谢青苹果宝贝的。第四局开始，越南队如果还像上一局那样打，这个比赛就要交代了。开局3-0，这俩队也要打5局啊。
越南队的进攻状态又回来了不少。越南队虽然在身高上看起来比一般的东南亚球队要稍微高一点啊，有一点点的身高优势，但是总从整个的力量感上还有那种爆发力上，感觉越南队还是显得有点欠缺啊，缺乏力量感，这队员也是偏瘦。上来以后，印尼队给自己挖了一个五分的坑，看看这个坑还能填上不。希望大家看球的同时能尽量加一下主播的关注啊！没加关注的同学，希望大家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加关注支持一下。这个加完关注以后，每天就可以直接从我的关注点进来看了啊，比较方便，不会找不着直播间。或者加主播的微信群，主播的微信号是 CZ198132。ABC 的 C 最后一个字母 ZCZ198132，想加微信群的同学直接加我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希望大家看球的时候多加主播的关注，多加主播的微信群。我把这个自己的微信号已经发到了弹幕里头，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CZ198132，想加微信群同学直接加就成了。咱们一会儿5点会直播江苏队和日本 NEC 红色火箭的比赛，然后晚上8点以后会给大家直播第三场，也就是台湾的中国人仙俱乐部对阵东道主哈萨克的球队。咱们今天可能是3场的直播。昨天是日本队赢了，日本队昨天是落后2局的情况下，然后利用泰国队没有上两大主力努特萨拉和普莱姆基特的情况下啊，逆转了泰国队，最后是3-2反败为胜。
所以日本队啊很有可能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名，也就是他在明天进行的复赛里头可搞不好可以休赛一轮。刚才没说嘛，陈世清翠上个赛季去台湾联赛打球，最后他也不是得分王，他是排在得分榜的第二位。这比分也是慢慢追近了，越南队还是有点危险。追到差两分，印尼队还有机会吗？好防守。还是靠着小翠儿的后宫，这个因为陈氏清脆叫起来太麻烦了，这个有时候偷懒啊，我就管他叫小翠儿了。昨天的 NEC 队啊，他昨天上了那些年轻队员，他有入选国家队大名单范围的队员，
啊，但是没有去打大奖赛，没有入选大奖赛的十四人名单。大家也能看到昨天那场比赛里的日本的有两三个年轻队员其实是蛮有特点的，啊，也是有入选了国家队中田久美的大名单，但是并没有入选最后十四人的名单。漂亮的拦网，这印尼的拦网今天比越南队要好，时机掌握得很好。对，荒谷堪、广濑七海，这都是很有特点的年轻队员。广濑七海的挑发球啊，真是发得不错。这个像荒谷堪，这明显就是朝着新国里沙、内濑户真实的路子去了啊！这快速移动很灵活，而且战术球、后攻全能打，一传也能接，非常全面。这两个队员，我觉得以后在日本国家队还是有机会，只能说。你没被禁言啊？你要是被禁言了，我怎么看见你说话？这么快就已经追平了，三个拦网，真是得给印尼队的拦网点个赞，漂亮。这个九号真是个浓眉大眼的家伙，原来印尼队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复赛现在还定不下来呢，我只是能觉得稍微估计一下，这个不一定完全准确啊，我估计是江苏队有可能遇到是伊朗队。如果这一场比赛是印尼队赢了的话啊，这个越南队有可能在八进四的比赛里头，越南队可能会遇到日本队，然后泰国队有可能遇到这个印尼队，我这只是估计啊，这不一定最后肯定是这样。江苏队还是遇到伊朗队的可能性大一些。台湾的中国人先，我觉得有可能遇到东道主哈萨克斯坦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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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越南队队员的脸上也是有点焦急之色，他们可能事先也没有想到打印尼队会打得这么艰苦，已经被对方反超了。哎呀，这个扣球，好球，漂亮！破这个小斜线，这线路也是够斜的了。印尼队几次卡位卡的都很准确。开炮了，领先两分印尼。这越南队现在扣球啊，感觉很犹豫，这也是被印尼队给拦怕了。又一个开炮啊，连续开俩炮，这个比分已经慢慢的有点拉开了。难道越南队居然要1-3输给印尼吗？这个就算是个小冷门了。江苏队啊，保住前三我觉得还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啊，就看能不能冲进决赛而已。印尼队自己开炮了，越南队连追两分。这个九号真是有一副好身板，充满了阳刚之气。看看你们还想看第五局吗？两个队现在19平，后边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还是被九号的后二渡过了这一轮。啊，九号进攻确实是有特点。漂亮，发球直接落地。越南队的一传实在是不太敢恭维。这两个队啊，全名这个给大家念一下啊，越南队的俱乐部的全名是越南国家电视台隆安俱乐部。啊，这个印尼的全名叫印度尼西亚英航俱乐部。名字都挺好听的。好球，界内。这个看着像界内吧。这个好像没有挑战，还是差一分。哇，真厉害。这种球啊，越南队还不应该放弃拦网。这对方的扣球力量很大，你要完全放了拦网以后，后排队员还真未必能接得起来。好球，漂亮的小斜线。九号、十号，这个印尼队的进攻都很有特点。两个队员的发挥甚至已经盖过了这个陈世清翠。关键分了。哎呀，这种分居然被九号轻松得手，这你就没辙了。这么开网的情况下原地起跳还是被九号得手，越南队的拦网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么小的角度居然漏了个近角给对方。五号一会儿马上就开始，五点马上就开始的是江苏队和日本队的比赛，五点就开始了，所以你们不用离开太久，半个小时，这个江苏和日本的比赛就快开始了。
没有想到这个第一场打了这么长时间。